味好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让外面的饺子馆送来就行了。这东西真不能久吃。哎，你啊，那边请师傅教你煮菜哦。就算师傅会来，你也不见得学得会啊。 你这啥意思啊？这个他唯一的婚事，我真正无法跟你讲啊，他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啊。我不能放弃，我一定会学到手的。既然要做，就要做到内到外观都一模一样才行。你死了，你写当款的是我搞的。阿川，谢谢你。 在厨房啊，我觉得我好像在变魔术一样。台视频道《五味八珍的岁月》，感谢满汉大餐冠名播出。